你信不信只要你能关注我两节课就能学会吉他自弹自唱，如果学不会的话我就吞粪自尽。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吉他，吉他上一共有六条金弦，其中最细的是一弦、二弦、三弦、四弦、五弦，最粗的一根是六弦。在弹奏时我们的大拇指负责向下拨六弦、五弦、四弦，食指负责往回勾三弦，中指勾二弦，无名指勾一弦，小指不弹弦。今天我们先做一个小的练习，右手依次弹响六三二一，六三二一，一直反复弹熟之后，左手什么都不按，直接开始弹唱一首歌。没有花儿香，三二一，没有树儿高，三二一。你学会了吗？听说长得好看的人都会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双击关注，下节课我们学会左手如何按弦。